首先，装上工作台面，左侧按键为打孔部分，右侧按键为压铆部分。打开工具盒，取出固定螺栓，把螺栓固定在机器两侧的圆孔中。取出胶管，放入机器顶部的圆孔中。开机后，预热灯闪烁，预热五分钟，绿灯不闪即可工作。装钉厚度为50毫米，装钉距离为刀头中心至大拇指的距离。按下降键后，刀头距平刃1厘米以上，确定好打孔位置，按打孔键开始打孔。把胶管插入平刃孔中，移到右侧对孔针下。按下箭头，将对孔针对准胶管，继续下压。听到提示音后，按压铆键进行压铆。如确定位置准确时，可直接按打孔键进行打孔。更换刀头时，需打开防护罩，按下箭头，刀头下降。刀头下降到一定位置，会看到两个六角螺丝。从工具盒中取出六角扳手，松开螺丝。从工具盒中取出磨刀器，松开磨刀器上的螺丝。把刀放入磨刀器内，刀头在前，刀柄与磨刀器对齐，拧紧螺丝。把通指针插入磨刀器内，用力拍一下进行通指。然后把磨刀装置插入磨刀器，顺时针转动10次左右进行磨刀。最后取出刀，放入刀筒内进行固定。中间是接料盒，左右为工具盒。